家好，我是阳光条幅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干了一点好事，结果给弄砸了。今天寒心了。今天看天气不错，把沙发弄出来晒一晒。本来干点好事，准备老婆来了要邀功呢，结果今天晚上不挨打就不错了。大家看我把沙发晒成了什么样。我你看，罪魁祸首在这儿了，哈，我惹事了，小样你也摊上事了，这个一脸无辜的样子，上来吧，上来，跑，跑起来也刺激，哎，走。本来看天气不错，把沙发弄出来晒一晒，结果被他越狱了，上来，把沙发给找搞上，你看，来，闪开。看一看，看，得搞成这样了。这是我们结婚时买的沙发，今天晚上我老婆要回来得打死我，这个事儿麻烦了。还在吃什么？还吃？你看，那上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啊？有什么东西啊？好吃，可能里边是烂棉花，然后有棉籽什么的，他喜欢吃或者吃了什么东西了，不知道。这事麻烦了，哎，老婆不得抽死我吗？哎，看，哎，上来，留个纪念，留个念想，这么多年了。沙发陪了我这么多年了，哎，哎，要血命了！今天晚上怎么交代呀吧？大家抓紧时间给我留言，看我能不能撒个什么谎，省得晚上挨打或者跪搓板。不过呢，看他要一脸无辜啊，今天得少不了一顿惩罚，是不是？有什么好办法惩罚他吗？今天。怎么讲，等老婆下班以后我的好日子到头了，现在咱是不是该让他把好日子结束了。喝水喝饱我让你吐出来，看你干的事，咋了？站这儿，站这儿，站那儿，给你留个念想，给你拍个证据，看你干的好事啊，咋了？是不是你干的？完了，我可怜的沙发哟，死人了，谁来救救啊，爷俩？小样，算了，你是想挨打还是想进食？两天不喂你，信不信？饿死你，就不要我沙发了。算了，啊，抽死你！我生气，我得抽死。啊，别动！看你干的好事，啊，卡到了，你吃什么东西给卡到了？老天爷给你报应，把我沙发给咬了，卡到了吧？怎么办呢？大家说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给愁死我了。然后大家有没有被家里的狗给咬坏东西的经历啊，评论区分享一下，大家也让我心里平衡一点，好不好？至于这家伙这狗啊该怎么处理啊，给我提个建议，看能不能让它吃一堑长一智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，这一回啊这得让它记住了，这东西以后不能乱咬，啪，我的嘴，我保留了30多年的初吻，就让被他给夺走了。小样，来来来，给你干的好事来，给你拍个照片来，别动。来来来来，等20年以后我翻出来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啊？
撤了。你说你发情就发情吧，你干什么非得破坏东西呢？啊？怎么弄你？抽你信不信？啊？我抽你，你信不信？好了，大家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。然后我带着莎拉去买个榴莲，买榴莲回来不是要跪榴莲的哈，是我老婆爱吃榴莲，让她消消气回来别打我。然后我先把沙发藏起来，或者讲我马上处理了，劈了。好了，再见再见，买榴莲去了，拜拜。买榴莲。